Hello，Hello，hello. 等一下吧，因为开台前本来是好好的，结果一打开 OBS，发现我 OBS 打不开，我只好重开机，然后再重新跑一次游戏。安安哦，先让他们跑完吧。今天要来整地。本地，再够我玩一场，应该够我玩两场子母字母吧？子母字母一场可以玩三四分钟以上，要送一下爱心。如果新年新希望的话，可以许，我应该会许说，子母字母的朋友，可不可以送给我爱心？我字母好友啊，每次送都要送八个、七个，八个，然后每次一段时间上线后只收到4个，我好难过。嗯哦，蓝鲸大大有没有计划？有没有计算过你电脑开 ATM3 需要多久？开到半小时？没有哦。哦，你要半小时哦。我吗？有时候会到7分钟，有时候到9分钟。像我这个刚刚是3分开始开吧，对，现在5分了。来看一下，可是跑完这个之后再跑那个材质包，要再加个6分钟左右。所以，安安哦，第一次看直播的安安。有凋零骷髅头已经2组多了，我的妈！这模组真的好恐怖哦，让你一般生存无法满足的模组帮你实现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填糊了吗？我其实糊已经填好了。等一下，我去洗手，因为我汗太多，字母字母滑不动。啊，我想到了，如果你们想看你做武器给妈妈，我是想做啦，可是妈妈她应该会想要自己做，对吧？你们教我做东西可以，但是就是说使用菇啊，使用什么啊，那样子讲，你们讲的不清不楚，我又不知道你们讲什么，所以我会发火。你们可以说你菇拿去做成什么什么，再加上什么什么上去，这样子细心的教，我就会很细心的看。啊，你们不要说什么啊，用什么身体啊，用小注定啊什么的，我靠，我也知道啊。啊，你们可以慢慢教吗？然后老师是那个说什么啊，加个啊，加这个啊，就出来了啊。啊，你们会不会啊？这样子，我不行，我手好不好滑，不啦，我好不滑哦。哎，今天要盖仓库吗？我今天应该是会把家里盖一堆箱子吧。就是我箱子想要好好整顿一下了，不然好难过。
我发现 CWT 那天是干，开学的第一个礼拜，那就不要来啦，好好念书啊，还要特地来。我要盖家了，我没有要盖家啦，我从来不盖家这个东西。你知道我玩生存啊，我都是当寄生虫型玩家，就寄居在欸，但是我不是，我是共生型寄居那个、哦、寄生虫哦，我会帮饲主，不是饲主啦，那怎么讲，寄生的主人叫什么？饲主吗？我会帮主人挖矿回来放这样子，还改造主人的。我之前就是，之前我们在哈基福，然后有一个人就是他盖一个家很大，然后后来他那个家就是盖得很大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。我就说，欸，不然你家的一个角落借我住吧，我就这样讲。然后后来就是他熔炉弄了啊，有的没的啊，然后就帮他盖成熔炉机啊，有的没的帮他改造。那就他很多任务都帮他解这样子，宿主。后来就比如说他可能箱子里面只有一颗钻石，就他下次上线已经看到两三组钻石钻了哦，叮一声好了，我看一下哦，跑完这个要7分钟左右。然后我们来算一下材质包，很沉，然后再来等。对，然后他之后就说：“太夸张了吧？为什么两组钻石砖啊？砖哦，不是矿哦，是砖哦。然后我出去打拼回来的，怎么载这些模组？你可以问杰克，我不是踢皮球，我是不知道，但是你可以去问杰克，杰克他知道怎么用，去粉专问他，怎么可能那么少？拜托。然后后来就是，反正就是那位朋友是很早以前我就认识的，只是因为他开始接触实况的时候，他也是。一方面实况团队的团长吧，然后就这样因缘下又重新认识这样子。快哦，你们现在可以打字，我可以看哦。欸，还有什么Tinker的都市传说？像昨天我就教了杰克他们，哈基杰克他们说，欸，写丢腐肉进去就好了啊，这样子。还有什么都市传说或者什么小技巧？还有什么？那个什么熔岩木还是什么那个木头怎么做啊？因为它好像比木头挥的还快，对不对？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就是好像要把木材放在那个盆子上。然后要淋下去，那个要怎么弄啊？有人知道吗？哦，所以你都习惯以天为被，地为床供，欸，差不多吧。而且我当时在找地图的时候，我想要找峡谷来生存，但是。我找好久找不到半个峡谷，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露天的峡谷，裸露的。我想要把峡谷就是盖成一个家。Hello， 把村民，我知道啊，村民的话会流出绿宝石啊。Hello， 我在开了，会流出绿宝石。为什么离开了？啊，我 OBS 刚打不开啊，我知道重开机。所以我有在养村民啊，而且我今天。我养到两只很不得了的村民哦。怎样？怎么说不得了？一只黑心商人他卖的东西啊。嘿，啊，另外一只是
牧师卖的东西，我等一下上去给观众看，超好笑。嗯，有多的模具可以融回去哦，哎，也不会说到神啊，因为黄金太多。真的假的？黄金太多？黄金超多。黄金还好哎，还缺。村民变绿宝石不一定，毛友包都有开，什么毛友包都有开。你为什么会缺黄金？我都没有什么挖到黄金的，我都挖到其他的。过年什么？你可以把东西放进铸造盆，然后再倒入特定的溶液，就有配方可以看。嗯，没有，我刚刚就是要问那个木头啊，木头上面要浇什么东西才会变成熔岩木还是什么？我包有开，暗暗哦。繁星为什么不用自己，然后才要做一把自己想要的武器或工具？哎，我会自己做啊，我只是你们安家这些材料我送出去而已啊，也可以送给我啊。哎，四分钟，采摘自爆四分钟而已。好，暗哦，加起来十一分钟。有啦，我会做啦。像我等一下就是要做一把铲子啊，我要来，哇，闪了！你缺什么啊？我缺什么？你要给我什么？没有，我说你要挖山要做什么？你说缺什么、欸？我只是想挖平而已啊。哦，好。FTB 包制作者会修改每次模配方能力细节之类的 FTP 难度哦。嗯，然后我找到凋零骷髅的神怪砖，赞哦，赞哦，它在完全反方那个碉堡反方向的位置。为什么？OK， 让它跑一下，刚进来都会卡。那边应该不会填平，这边已经被我填平了。再来就是，好啦，我想要把这一个怎么拆走？可是我找不到空间放它。嗯，这个之后会自己拆掉，然后找个新的地方盖。好，我要给你们看。我也来看，在哪？没有，我直接看你直播就好。那个村民，他叫做红衣牧师，他竟然卖的是扳手哎、欸，牧师卖扳手哎、欸，有些很好笑。扳手，但是这个我一开始觉得他，哦靠，好帅哦，这样子蒙面的，啊，他是黑心商人，他卖龙蛋呢、欸，四颗绿宝石卖一颗龙蛋呢、欸。好划算哦！黑心的哎、欸，你在黑心哪里啊？天哪、啊，超划算的啊！对啊，我记得有很多配方要龙蛋啊，是令甲是吗？他是忍者吗？知道哎、欸，连平打上放什么？很多啊，我这些都想，我就是要把这个熔炉移过去，然后再把一些仓库移过去，不然这边每次都窄窄的，看起来就是。很碍眼。啊的。哦，好吧，有人破梗了。这种东西破梗了。说龙丹是假的。哦。